想紧紧牵着你的手，黑暗的夜有温暖陪着我，只想紧紧牵着你的手，不怕陪你到下个世纪末。冻坏了吧？哎，快快快快进来！这一身啊，快快给妈妈！来，快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冷了吧？吃点热的啊！妈，啊，你总看着我们干什么呀？弄得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吃饭了。行行行，你们吃啊！咱们走吧。快吃吧，啊！快吃吧，我妈做的这个特别好吃。哎呀，孩子们的事儿别管了，看电视啊。你怎么了？也被我妈传染了？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刚才见到你之后，我就。就一分一秒都不想让你离开我的视线。我没想到你还会说这种情话呢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呢，秀色可餐，但是我们周大医生也不能饿肚子。来，喂你啊！